哇，为了拍美景真的是拼了呀。但是这边的景是真的美，我们那边有几个人在那边拍哦。我呢是被我们家派出来的。我去，这个云海，我去，这美景只有我操来形容。哇，有一种站在仙境的感觉啊，太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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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去，主要是这个延迟也没法拍，这太可惜了，因为山上现在风太大了，我架个拍摄的在这儿的话估计会被吹走。太阳马上出来了，我已经看到那个红色的太阳我在那边已经被冻得不行了，然后老妈死活不出来，以前看过的啊，然后我和肉卓我们两个拿着羽绒服又出来了，穿着羽绒服，太阳马上出来了，然后呢我拿了一个设备在那儿，最终还是架了个岩石，虽然说矮是矮了点，但是不敢再往下架了，再往下架我怕掉到山下去。主要怕吹倒。对。我们是这个小山坡。哇，这风。风很大。对，风超级大。怎么样，儿子？你的帽子呢？帽子没戴。等到那个冰成粉红色。对。哇，只能用一句我操来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？什么？本想吟诗震天下，奈何肚里没文化。一句我操，闯天下，送天下。还没给大家拍时间呢，现在是6:25，6点我就已经在这守着了。现在太阳还没出来，我们两个应该叫哇，整个全是云，这多亏了昨天有雷阵雨，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么漂亮的云，是吧？所以说人家说什么来着，阳光总在风雨后。还有我们现在站的比较高，
能在山下的人就是被对，他是被云挡住 的，对，他们是看不到的。哇，那边像皑皑白雪一样的覆盖在那个山上，真是太漂亮了。有没有一种世界在我脚下的感觉？对，感觉自己腾云驾雾般。哦，太阳出来了！出来了！咸蛋黄！好漂亮！看看，我拿出了我们家空中侦察小队，已经在拍了，超级美。这边还是很冷的，看现在室外的温度8度。在外边拍完日出，现在回来了。那我们的排卵已经开上了，现在出着热风。我们现家的温度是21.6度，还可以，没有开很大的风，只开了3档小风。最后有6档，总共。早上起来又睡了个回笼觉，哎呀，一觉起来啊，整个天又变了。早上不是出太阳吗？现在10点多，你看，完全就变成多云天气了。我去，那个天上有一只鸟定在那儿了。不动的那种，啊，动了。早上就没什么人，就我们一辆车了。小浪浪，我没有叫你就下来了是吧？啊，我还没有叫你呢，你叫他下去的啊？啊，那我们家小浪浪还是乖的。啊，这样的天气去看那个花就不好看了呀。现在准备说是。天气好一点，带着妈妈去看花，这就没什么看头了呀。先出来遛个浪了。我们家大电风扇还在转着呢，关不掉。其实我和肉佐来这上面最主要的是看日出，说今天得偿所愿了，看到那个壮观的云海，啊，很漂亮。
天早上的时候啊，这边山下边全部飘的是云，感觉太阳一出来，整个云全部上回升了，在我们的天空中了。那边的一个雾，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往前移动，看到没？这其实从下边看就是云，从上面看就叫雾。流浪了归来，给那狼弄点吃的，狗粮加那个鸡块、鸡胸肉干。哎呀，点鸡胸肉干，我一直不是很会开这个盖子，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它开开，总觉得卡得特别紧。小子，好，就吃这么多。现在开始做午饭，是我们那天买的鸡胸肉，然后泡个那个木耳和香菇，准备炒一个香菇木耳鸡胸肉。好，淘米煮饭。老妈，莫烤啊。淘米煮饭就用这个水，因为这个水接的都是自来水，然后比较干净，然后这个桶是每次接水的时候都要洗的。好，煮饭，煮饭，我和左大厨我们两个开始搞饭，然后搞饭，让妈妈出去走一走，她早上的血糖还是有点高，14啊，偏高，对，偏高一点，那出去逛一逛。现在这个草地也干了，这边其实挺干燥的，这风一吹那个留不住水汽的。看我们肉肉夫妻户外厨房又开始营业了。哎，我们可以一边旅行一边挣钱嘛，是吧？搞户外厨房，对不对？炒个饭啊之类的，景区炒饭嘛，对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又是一种盈利模式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看见有人就是比冰淇淋要好嘛。如果我看见他们有人把这个冰淇淋，就是我们的尾床这个位置哈、然后平时收起来就是一个座位嘛，然后他搞了一个这种板子，一个横截板子，然后再卖什么你知道吗？卖什么？卖卡饼。卡饼是啥？就是乐山的一种小吃。哦，那我们可以把你的那个叫什么炒饭给搞起来，我觉得可以的。肉肉在做饭，我呢在这儿上传视频。看看，我只能在这个位置对着那边那个信号塔才有信号，但信号都不快，只有300多 KB， 只能慢慢传。如果说在车的那一边或者是车里边的话，因为我们这个铁皮的会阻隔信号，在里边就没有什么信号。